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hard， 欢迎来我家。我一直希望家是个舒适的港湾，每当在家时，我都可以感到很放松。所以我决定采用现代奢华风格，使用黑色、灰色作为基础颜色，以营造昏暗的氛围感，搭配适合的家具和灯具，打造优雅和高尚的视觉效果。我喜欢每个角落，尤其是天花板上悬挂着的镜子，还有橙色绒皮家具，与室内设计主题交相呼应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您有需要室内设计来改善个人空间，欢迎随时联系我们。